全美 IKEA Midsummer Sales 已經正式開始了，活動日期是6月12日至7月9日，只要在活動期間買指定的產品就可以省高達 50%， 如果你是 IKEA 家居或者是商業網絡會員，更可享有額外 10% 優惠。好了，看看我們進去買些什麼先。扭扭紋雪糕，哇！呢個原價係7.99，而家係3.99，4pack嘅意思就係呢啲啦，係啊，呢啲擺落個雪櫃度，跟住倒啲汁落去。跟住就可以當冰冰咁俾細路仔食，幾抵喎！好啦，第二個介紹咧就係呢個啦 ，Cookie Scoop 啊，佢 set of two， 原價5.99，而家2.99，係咁樣嘅，一個大一個細。如果整 cookie 咧都幾好，係啊，咁我就買一 set 啦，耶、yeah ！好啦，這個、呢個咧好抵，我見到這個呢個咧係可以整蛋糕。係啊，我屋企之前冇買過呢啲嘢，咁啊而家7.99，原價係12.99，幾抵喎！重點係佢係 Made in Italy 啊，所以我哋買嚟試下用，整蛋糕啊，整咩都好啊。好啦，另外一樣嘢好抵嘅，原價1.99，65個，而家係99仙就有呢個蛋糕整 cupcake， 我覺得都幾抵，可能我買3個啦，係啦，超抵啊！而家買剩呢幾個咋？哎呀，原先咧呢一個價錢咧係49仙嘅，俾人買曬啦。而家2.25仙啊，仲要係10條喎、啊，嗰條係抹糖毛巾，而家冇曬啦。唉，真係慘。呢、這個都有特價，不過我哋冇興趣啊。5.99一條。好啦，另一個呢、這個係擺。嗰啲餐具嘅洗碗嘅時候，不過冇諗過個想像中咁細，可能未必買啊。係啦，我哋本身屋企有呢、這個，但係我覺得想買呢啲白色可能通用啲，特價2.99，而家1.79，不過睇落去好細，可能就唔買啦。啊，另一個就係呢個冰整冰嗰啲啊，我見幾得意喎，嗱有星星有貝殼，係啦。佢仲有另一個嘅係整嗰啲交通工具啊，原價就3.99，而家2.49，幾抵啊！買兩個翻去同佢哋玩下，整下啲冰檸檬水啊，都幾好啊！要魚種咩花？薄荷葉。哦。哇！呢、這個櫃原先149.99，而家89.99，同埋好靚啊！我覺得我中意純木色嘅櫃桶，不過我哋屋企已經好多啦。之前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原價199.99，而139.99，就唔係純木嘅，都係白色，抵啦。
呢個咧就179.99，就109.99而家。呢啲現成就咁買翻去就冇得拆，然後咩嘅？如果部車大嘅話咧，就可以咁樣成個抬翻去啦。哇！呢個原價14.99，108.99，可能整甜品呢啲嘢。唔係我。擺。Please。擺啊。Good job。係啦。擺啊。好啦，咁我哋終於咧翻咗嚟屋企啦。咁咧就除咗買呢一堆嘢之外咧，其實喺六月初咧，佢未做呢個 Midsummer Sales 咧，我哋已經買咗一部分嘅嘢翻嚟。咁我都想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啦。仲有呢一塊 mat 咧，我覺得幾好用嘅。咁我就俾仔咧係玩地面玩具啦。咁係一個地面嘅停車場嚟嘅。咁我仔仔咧就會將呢啲玩具車咧就會擠喺呢度玩咯。咁雖然佢冇個概念點樣揸車啊、左右駕定係點樣駛，但係佢就覺得佢會跟住啲路線去玩咯。咁原價咧都係14.幾嘅，冇特價嘅。咁但係我覺得係好用過另一隻。系啦，咁样咯，同埋好大块啊！如果有小朋友，其他小朋友喺度玩咧，就会可以开心啲咁样咯。系啦，呢个就放地面玩具嘅，虽然冇特价，我都值得介绍推介俾大家玩。咁额外咧，我哋就喺 IKEA 买咗呢一个嘅收纳箱啦。系啦，咁呢个收纳箱咧，其实普通家居品店都有嘅，不过我哋就唔想行咁远。咁我哋见到 IKEA 有，咁价钱就6.幾啦，咁就有6 pack， 咁佢就有白色有灰色，咁佢有啲系细箱嘅，咁有啲系大箱嘅，有啲就长方形嘅，系啦咁样嘅。系啦，咁我就买嚟做咩呢？因为细仔就系出世啦，咁细仔同大仔啲衫咧，因为太密集啦，咁我哋咧就分类咯。嗱，呢个就正方形，比较大个啲，咁呢个放细仔用嘅，咁嗰个咧呢一个咧就放大仔用嘅，咁有啲我嚟装嗰啲薄薄巾啊，有啲又装嗰啲袜仔啊，呢度系啦喺里边，咁有啲装尿片啊，咁就比较容易啲 organize 咯。好啦，另外呢我都買咗呢一個啦玩具俾我仔仔玩啦，係放窗內玩嘅。咁我自己呢就好衰嘅，即係呢成日趁特價呢我都會去買啲玩具返嚟呢，咁等佢大個之後呢攞出嚟玩，攞出嚟砌呢，咁就會好玩啲啦，同埋覺得新鮮感啦，同埋你會買唔返呢啲咁嘅設計呀。咁我一見到呢，其實我已經係一見鍾情㗎。點解呢？首先係用木砌嘅模型啦，二嚟呢佢係太空船啦。咁呢一個玩具呢其實係放8歲嘅小朋友玩啦。咁我而家個仔呢就2歲啦，咁起碼都要至少等6歲以上呢先可以正式可以玩到。嗰陣時係睇到個價錢係特價，係即係特價再特價，係2.幾咯，2.幾喎，真係眼都突埋，我真係覺得好慶幸我嗰陣時有買啦。因為就算而家做咗 Midsummer Sales， 佢都係特價都係9.幾，原價係16.幾，所以咧我真係一個精明嘅媽媽嚟嘅。但係咧希望到時佢肯玩啦。第二樣嘢咧，我就買咗呢個收納箱俾自己用。係啦，咁頭先嗰個咧就俾仔仔用啦，即係裝佢啲底褲啊，裝佢啲襪仔啊，裝佢尿片啊，裝佢啲衫啊，咁樣分類啦。咁又分俾哥哥啦，又分俾細佬啦。咁呢一個咧我就買俾自己用嘅，咁我就買2個。咁呢個收納箱咧其實就係長方形嘅，咁亦都係黑色啦。咁其實佢仲有第二種顏色嘅，就係白色嘅。咁呢個專係放一啲可能你喺office 嗰度做嘢啊咁。咁我就暫時未有嘢做住啦。咁但係咧因為移民過嚟嘅時候有好多文件啊，又或者係阿仔仔出世又有好多文件啊，咁啊容易啲分類啦，咁再加上例如你將來去搞啲銀行嘅 banking 啊嗰啲問題咧，咁啊最好一個文件咧擺喺同一個箱度就非常之好啦。咁呢一個價錢咧原價咧一個盒咧係11.幾嘅，其實都貴嘅，因為其實佢係用一個好厚好硬嘅紙嚟做一個盒，砌成一個盒嘅。咁你話抵唔抵咧？如果用11.幾嘅價錢咧，其實就唔係好抵嘅。咁但係佢嗰陣時做緊特價咧，係5.幾一個，
係啦，五個幾一個，咁我覺得 OK 啊咁樣。咁但係我自己會 prefer 咧喺美國啦，或者你生活外國嗰啲地方咧買咧就會好啲嘅。咁相反，如果你喺香港用呢啲所謂嘅硬紙盒咧嚟砌出嚟咧，我就覺得唔抵啦。因為我曾經都試過咧喺香港 IKEA 咧買呢啲紙盒咧，好快就玩完㗎啦。就算佢質素幾靚咧，最多維持兩年就要抌啦。因為點解咧？香港天氣太潮濕啦，同埋咧會容易發毛啊。咁但係喺美國啦，或者你去其他外國生活地方，我唔知啊，英國可能好難講，但係例如去加拿大啊、美國啊、澳洲啊呢啲咁乾燥嘅地方咧，我反而覺得呢啲係好適合擺喺自己間房度，可能可以 keep 到，可能維持五至十年，係啦。咁我暫時就住咗五年啦。咁我之前都有買過。見到我老公買啲紙盒翻嚟啦，都 keep 得唔錯嘅。咁所以我覺得，如果你喺外國生活咧，見到呢啲特價咧，不妨可以試下買嚟裝下你啲文件啦，咁 organize 佢啦，咁就方便啲自己去抄文件嘅。以上的產品呢，就是有些部分呢就是 Miss Summer Sales 的時候買啦，有些呢就是 Miss Summer Sales 之前買啦。咁平時呢我們都很少行 IKEA 的，就是突然之間心血來潮想行呢，見好久沒行我們就行啦。再加上我見咦好像很久都沒拍過 IKEA 的片了喎，咁所以呢我就決定拍一集給大家啦。不得不提，美國的 IKEA 每逢星期三都會提供免費的兒童餐，如果你們一家大小來到這裡逛街的時候，就記得順便帶小孩子來享受免費兒童餐啊。其實都很開心的，行完街之後又可以坐下吃，那也都可以買到大家想買的東西。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，就不妨自己去 IKEA 看，因為這個是全美的活動來的，不是只是放賓州費城，而是所有美國都做的。因為我 check 過加州都做的，紐約啦，這個 Texas 都做的。那如果你很近這個 IKEA， 那你不妨去看看。那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段片的介紹，記得給個 thumbs up 我啦，下面留言啦，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啦。咁好啦，我哋呢条片系讲到嚟呢度啦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